梁家辉同埋彭于晏出席电影《太极一从零开始》嘅首映。而呢套电影特别在地方就系同期有另一套同样都系由梁家辉同埋彭于晏主演嘅电影过嚟打翻自己转头。阿家辉，你又点睇啊？咁唔系话唔好话打，即系难得有咁嘅机会，即系都好多年冇见过咁嘅现象啦。有嘅咪成日有噶啦。咁而且两部戏嘅风格完全唔一样，咁所以又冇乜所谓嘅，同埋上映时段。都唔一样。话晒家辉入行咁多年啦，呢啲自己打自己嘅情况都见过唔少啦。于是佢就不断讲解一下究竟有啲咩好处啦。唔会一定唔会有人咬噶，而且系会好精彩添。即系等人哋等观众有机会见到我哋啲演技，系几咁出众。你嘅演技系嘛？我同彭于晏都系啦，因为嗰边系做父子嘛，系啊呢度就唔系父子嘛，敌对咁噶。咁同埋佢两边都系做反派嘛，咁但系佢两个反派好分明噶，好。我觉得呢个好正嘅演员，好正，好正啊！好正。有个咁嘅仔就系饮一杯来。